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喜欢上了面前这个男孩。我知道，我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喜欢他，要不然，为何此刻我会如此的舍不得？可是我更加知道，他是韩商言的表弟，他是 KK 的队长，这两者加起来，对重回 SP 的我而言，就是四个字：重蹈覆辙。iQIYI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 iQIYI